来自花莲的刘家佑和杜子提，两人年纪虽小，但是第一回合的表现令人惊艳。今天第二次站上这个舞台，希望他们能够克服紧张的心情，展现出最好的舞技哦。欢迎他们带来精彩的表演。谢谢刘家佑、杜子提带来的 Rumba。